这里是龙山，三月四号，这个茶已经在爆芽了。今年的茶叶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好的。看下这个原生态管理的茶叶，地上有一层的这个草垫子，真的是春天到了，草都花得这么绿油油的。这个老 logo 有30多年哈，今年的正月到这个三月份基本都是天晴，这个晴天多，这个茶叶以后做起来应该是更香更甜。